幸福本上，我们要把爱心传达出去。那不管你的能力大或者小，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可以多一点像这样子的方式，让你更关怀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在社会上释放更多正能量，然后发散更多温暖给大家。我觉得这对我们华夏部落来讲，这也是非常需要去让大家感受到这正能量的部分。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孩，他可能平常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海风啊、大自然。那很高兴能够有这个荣幸，能让他去感受一下海洋，看看阳光，接触海洋这样子。其实一开始是发现他就是会多喝多尿。大概几岁的时候？大概5岁。多的时候有发现这样的现象，然后那时候经过2年多一直没确诊，但是那时候是怀疑是寄生虫感染，所以一直朝向寄生虫治疗，也拖过那是黄金治疗期。那过了2年之后，他的症状开始就越来越不好。去年是因为8月第三次切片之后，然后后来有在做第三个疗程，就是寄生虫治疗，那可是后来就是整个恶化，所以一直住院住了8个月。那后来大概4月份出院，就状况比较好。就他很勇敢啊，其他这几年来那个身上受到病痛的折磨，其实很，其实以他这个年龄来说，真的很辛苦。听说今年弟弟有回去上课，那他是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一些学校的事情？他回学校很开心，然后会回来。跟我们分享说，同学老师都对他非常好。那你最喜欢什么课？数学。数学。